乌克兰开始飘了。在拿到豹二和 M1 主战坦克后，乌克兰士气大振，信心大增，有些乌克兰人都开始飘起来了。乌克兰国防部长的顾问萨克兴奋地表示：“他们不想给我们重型火炮，但他们给了；他们不想给我们海马斯，但他们给了；他们不想给我们坦克，但他们给了。除了核武器，没有什么是我们拿不到的。明眼人都知道。” 这太扯淡了！我一直反复强调过，俄乌战争的进程掌握在美国手里，而不是乌克兰人手里。乌克兰人能得到重型火炮，能得到海马斯，能得到坦克，不是北约不想给，恰恰相反，是北约一直在积极准备给乌克兰。如果北约真的不想给，泽连斯基就算把演讲讲的像花儿一样，也不可能拿到任何援助。 尤其是重型火炮和海马斯火箭炮，乌克兰几乎没有付出努力，就直接得到了北约的援助。真正需要泽连斯基去北约各国内部演讲、去煽情、去争取的，是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北约主战坦克。可这仍旧是北约积极为泽连斯基筹备好的舞台。泽连斯基的演讲是用来说服北约民众的，为北约军援乌克兰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。 北约内部之所以在坦克援助方面有分歧，这也是德国和美国互相演双簧，演给俄罗斯看的。美国先安排英国援助挑战者坦克，当第一个出头鸟，再安排波兰这个愣头青突破德国的限制，直接供应豹二。做到这一步后，再在北约内部纠集芬兰等小国，共同向德国施压，把德国推到火坑上。这时德国不援助都不行了。 德国再反出一招，要求美国提供 M 一坦克，德国便提供豹二坦克，这其实就是唱双簧。如果德国提供豹二，美国必然提供 M 一，这本就是北约内部坦克援助的一体两面。在外人看来，北约内部一团乱麻，畏畏缩缩，好像北约真的怕了俄罗斯一样。可其实这是北约内部相互飙演技，演给普京看。言外之意是。 普京，你可别怪我，这是众望所归，是北约集团共同一致的决定。你要是敢反击报复，那你就等于对北约开战。这就像一把手组织开会，一把手先提一个建议，有赞成的，有反对的。经过一番民主讨论后，大部分人都赞成一把手的建议，形成内部共识。有了这个共识后，一把手的建议就变成了决策。要是内部没有反对，没有赞成。 那就无法形成共识，也就无法执行落地。共识是决策的前提。北约内部在军援乌克兰方面也需要共识。在军援完坦克后，北约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军援战斗机了。这个事也很有趣。在拿到豹二和 M 一坦克后，美国就有议员提议为乌克兰援助 F 一六战斗机。而在德国军援豹二之前，荷兰就率先提出，如有必要。 愿意成为第一个为乌克兰提供 F-16 战斗机的国家，为在 MH17 航班空难中死去的荷兰公民复仇。泽连斯基也顺势积极回应称，乌克兰需要三百辆坦克和数十架 F-16 战斗机，这其实就在为乌克兰获得 F-16 战斗机铺垫了。关于 F-16 战斗机的援助，乌克兰国防委员会秘书达尼洛夫表示。 乌克兰将很快获得 F 一六战斗机，这进一步佐证了北约已经开始筹划下一步援助 F 一六战斗机了。这反映出北约另一个心态，就是北约正在从消耗战转向击溃战。北约如果只打算利用乌克兰去消耗俄罗斯，那么北约不需要军援豹二和 M 一主战坦克，只要不停的援助反坦克导弹、防空导弹和远程火炮。 自杀式无人机等轻型武器即可，以乌克兰现有的武器就足以把俄罗斯拖入持久战，不需要升级援助力度。但援助豹二和未来到场的 F 一六战斗机等武器就不只是消耗战了。北约想帮助乌克兰在乌东战场上击败俄罗斯，将俄罗斯彻底从一个二流强国打成一个三流国家。如果俄军真的在乌东战败了， 那么，普京的二十年努力就真的付诸东流了，还要背上一个比戈尔巴乔夫更耻辱的骂名。二零二三年的俄军压力将变得非常大。俄军作为进攻方，他的攻势是绝不能停下来的，更不能止步于苏勒达尔。如果俄军想要吞并乌东四周，就至少要打下第聂伯河以东，冰封杀入尼古拉耶夫、敖德萨和第聂伯罗。如果俄军想要吞并顿巴斯， 就至少要打下乌东四州，外加哈尔科夫和赫尔松，俄军仍然需要在乌军拿到军援，尚未形成完整战斗力之前加强进攻，至少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攻势，否则以北约军援这么持续升级下去，俄军形势会越来越危险。在和平衡的全球背景下，常规战往往决定一个大国真正的命运。在乌克兰每一次有大的动静以后。 俄罗斯几乎都会发射一波导弹，警告基辅和西方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周四的最新消息显示，俄罗斯向基辅发射了十几枚导弹。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表态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是残酷和失败的。我们昨天就分析过，西方宣布援助坦克，俄罗斯大概率就会把气撒到乌克兰身上，结果果然是这样。 俄罗斯现在还不敢和北约直接开战，毕竟北约只是给武器，还没有国家承认会直接和俄罗斯对抗。而且德国极力表示不会让欧盟直接卷入俄乌冲突中。乌克兰的胃口可不止一百辆主战坦克，在北约多国宣布向乌克兰援助坦克后，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已经开始盯上了战斗机。乌克兰当然希望北约能够援助给战斗机。 继而削弱俄罗斯空军的空中优势。如果能够夺回制空权，那俄罗斯在不动员更大规模兵力、更大杀伤性武器的前提下，还真不一定就能赢。毕竟北约用了才多少天，就能给乌克兰一百多辆坦克。虽然运送时间不是立即，但是这些都是现货。要知道，北约装备的 F-16 战斗机可多了去。只要美国决定援助乌克兰战斗机， 相信数量超过一百架并不难，难的是飞行员培训和配套的维护保养。毕竟战斗机可比坦克贵得多，技术也更加复杂。那么西方真的会给乌克兰战斗机吗？第一，美国已经告诉基辅，供应飞机暂时不行。这么看，给乌克兰战斗机也不是不行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下个月，北约还会在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举行会议。 到时候就可能就援助乌克兰战斗机展开讨论。实际上，北约已经给过乌克兰战斗机了，只是给的都是苏式战斗机，方便乌克兰使用。现在北约要考虑的是不是要给乌克兰西方战斗机？实际上，这个讨论意义不大，因为如果西方不让飞行员来参战，培训乌克兰飞行和地勤，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，至少半年内看不到 F 一六飞到乌克兰。 第二，西方给乌克兰战斗机和坦克可不同。乌克兰使用美式战斗机，理论上都可以轰炸莫斯科。万一乌克兰真的这么做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可以直接点说，只要美制战斗机轰炸莫斯科，基辅可能第一个遭遇和打击。有人说俄罗斯不敢用核武器，俄罗斯自己清楚的警告过西方，只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。 核武器就不可能排除在外。第三，现在北约一些国家把苏式武器几乎悉数给了乌克兰，自己也要武器美式化。虽然洛马公司表态要加快 F-16 的生产速度，但是从北约整个的武器库看，北约很多国家现在也缺武器，缺的厉害。说白了，为了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对抗，北约拿出的武器可不少，尤其是一些北约小国。这么看。 最终还是看俄罗斯和美国的对抗，因为很多武器都是来自美国。而至于法国和德国、英国这些国家，虽然也强，但是整体军事规模和美国相去甚远。针对西方不断加码援助乌克兰，俄罗斯目前的态度是怎样的呢？克宫表示，西方援助乌克兰主战坦克，表明西方已经直接参与到俄乌冲突中了。 然而，俄罗斯现在也不敢对北约国家动武，这样的言辞也并不存在多大震慑意义。可以预见，俄军近期肯定要对东乌的乌军发动猛扑。如果不能在豹式坦克进入乌克兰之前解决战斗，俄罗斯面对的风险会更大。